慈大和慈科大慈经社首次举办迎新活动，除了台湾，还有菲律宾、印尼、尼泊尔、马来西亚、莫桑比克等国的年轻人。起初茶会最重要的就是迎新，让他们认识慈济，不认识慈青的人可以走到我们的静思堂里面，让他们可以看到慈青能够传达给他们的理念跟精神是什么。我原本觉得慈青社就是每一堂社课都在那边念佛，是今天就是让我看到说可以还出去访视，然后会参加素食的活动，然后也会请素食的名人来跟我们宣传一些东西。慈青的任务在课余时间可以做慈济，培养菲律宾人的胸怀，学到不同的人互相相处。那我们也期待这一群慈济青年出来之后成为社会的 leader。慈青社汇聚年轻人热血的力量，共同为社会付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于洋、杨善友、林雅琴花莲报道。